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维尼。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，我觉得很好用的东西，对我来说，对于我这种爱自拍的人来说是特别好用的。然后一个神器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噔噔噔噔，这个是自拍的补光神器。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的，它是放电池的，它是放电池。然后我们反过来，你看这里有个按钮，然后它是D档。就这样子，等一下，夹起来先，然后这样夹住它，第一档光这样子，第二档、第三档，照脸照得超清楚。再按一次给你看一下，第一档就是挺自然的，第二档、第三档。我觉得去夜店的话是必备的，就出去晚上啊，拍照都是要必备。然后，而且它很小，放在包包里是特别的方便。而且它这个里面这里是胶，有这那个胶，然后夹在手机上呢是不会伤到手机，还可以夹神器啊，就是另外一些自拍的东西都可以夹，美图手机什么鬼。然后自拍一张给你们看一下吧。一下，然后我觉得话是特别的自然咯，而且它有达到这美肤的效果，就白很多，就整个肤色亮了，挺好用的，你们可以去买一个试一下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这我感觉也挺好用的，我是把它夹在这里当饰品，你看，就夹在这里跟你们饰品，是不是超好用、超屌？好了，拜拜。